我们家特色就是大盘鸡米粉和海鲜全家福米粉。哪一个？全家福吧。全家福吗？海鲜全家福。有六把吗？这个都有啥呢？这个里面？我们这里面有大虾、虾尾、鱼排、蟹排，反正里面配料特别丰富。你们今天尝一下。尝一下吧，幺六八的大份来一个。中辣的。好的，要大份吗？点一个大份吗？来个大份啊！大雄鹰就要大的。今天辣子要中辣还是微辣？中辣。中辣吧，中辣，中辣。再加个奶瓶，你喝不喝东西？要喝热的。你喝不喝东西？多会儿时间呢？好、啊，对，来这边三位安排一下，我们就坐这儿，坐这儿吧。高先好，这边是你们的桌号啊。可以，可以，谢谢。吃米粉，我们奶皮不能少啊，每一次都是。我们应粉丝的要求，让沙老师终于出名了。他不是沙老师，现在先夸我，他现在瘦了，他现在沙女神了，不是沙老师了，现在最近都减了18斤左右，到10公斤左右。最近减了18斤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其实我现实中更好看，更瘦，只不过他配的有点大。然后今天他炒米粉多长时间没吃？3个月了。然后他今天说想吃炒米粉，今天吃一下吧，那就。3个月没有吃米粉，什么感觉？对一个新疆人来说，对新疆人来说，真的是我的，尤其是对新疆那个女孩子来说，什么样的概念？太狠了！今天好好吃个米粉，他那个168，算新疆米粉天花板了吧？我没见过，我没吃过。对，最贵的米粉我们吃过，多少钱的米粉？20-30块钱，30-40块钱。168什么样？期待一下，看看里面是有啥。老婆，要不捡起来给他看一下，别人看不出你瘦了，不是？脸还是很大吗？没有 ，V 字形了，现在这样的 V 字形了，是吧？好女人就是她，她就是沙尼亚，是吧？怎么就我瘦了就好女人了？以前也是好，以前也是好。男人，呵，男人。上来了，这是我们海鲜全家福大粉儿。哇，这个看着炒米粉都可以这么大盘吗？现在，而且你看它的料好多。我两个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带个围裙吧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你先忙吧，我先吃了。这是我吃过最大盘的米粉。我已经尝了这一口2-3个月了。今天好好吃一顿，给自己放个假。对，今天周末。算是吃个欺骗餐，欺骗一下自己嘛。你看，这有大虾，还好这个是去过线的啊。还有虾尾、蟹排都有呢，你看，都是女人喜欢的东西。虾米我剥的吗？第一锅先给自己，好吃，挺入味的这些。我觉得它这个里面加个馕的话太完美了，味道可以呢啊。这个味道特别好，很香。有些人吃炒米粉还吃个微辣，不明白，不明白。你吃微辣为什么还要吃炒米粉？是个拌面，这个都是因为辣才好吃。手太胖了，手套都破了，该动了那就。你不喂我剥虾，我喂你剥虾，你吃一个吧。他们虾还可以啊，挺大的。对，挺大的。加油。感觉今天虾尾虾都是我吃的，他们虾尾确实好吃，我感觉米粉也好吃，但是他们虾尾虾炒的比米粉还好吃。你看。都是我吃的，实现了什么自由？实现了虾自由。今天只是过来啊，陪老婆吃饭。我现在感觉我在陪你吃饭，不是你在陪我吃饭。哇，3个人都干掉了吗？这个还有这个米粉也可以，软软的，而且特别香。你们是想象不到这种香，根本停不下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辣味上来了，我嘴巴这一块吧。很性感，嘴巴这一块现在辣辣那种，中辣刚刚好，中辣刚刚好。